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可能会常常听到的抱在一起啊。Rally 都会有一个精神喊话，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他们到底喊什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夸张的地方了，都还没下课，大家都已经准备要离开。今天是星期五，外面在下雨，其实很不常下雨。然后只要下雨，我轰爸就会开车带我去学校。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撑雨伞。这是我们生日墙，只要当月的生日的人都会被放到那个墙上面这样子。然后这其实是美国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就是握手啊。或者是你们可能会常常听到的抱在一起啊。是不是？耶，好的。怎么了？然后我们学校蛮酷的，每一间教室都有一个水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放一只鱼绳在里面。这边就是简单的数学。然后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美国人算数学，他们可以用计算机，而且还是会画图。天哪！那只要是迟到都要去老师那边报到一下，是不会怎样的。然后其实美国人会很想要到学校来上课，他们不会有那种我不想去学校上课那种心态。像 Barbie 他那天很想来上课，可是他生病，他爸爸就要求他一定要在家里。 I wanted to come but my dad said I had to stay home. Why? Because I was sick. 那他们上课其实是可以用手机的，但他们用手机也不是说都在玩电动或是怎么样。那今天比较特别，我们今天只有半天，然后今天一堂课都是26分钟，然后下课我们都固定有6分钟的下课时间。It's me。他们的课堂上还有空，我就会去跟老师坐在那边聊天。Need photography? I speak. Oh yeah, I know that. So for this one here, we shot a bullet.And we were trying to... Is that a kiwi? Yeah, that's a kiwi. So we were trying to calculate how fast the bullet was traveling. Wow. Yeah. So this is one going through the crayons. And then this is one, there's the bullet and Barbie. Yeah. We shot Barbie. Ow. Oh, yeah. 真的永远搞不懂。为什么一定要门缝？这个门缝要这么大。然后你在里面看就这种感觉。外面走过去的人都看得到你啊。这真的是超贵的文化。而且我现在站着哦，我的头就差不多这么高，就这样子而已。啊，比我高的人就看到了。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就是不撑伞。这是我美劳课的色铅笔画啊，我就没有画画艺术了，不然谁可以教我一下？拜托救我！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夸张的地方了，每次都还没下课，他们大家都已经准备要离开。Yo what?然后这就是我之前有说过的那个日本的交换学生，那他跟我在同一个课，看看，又是常见的握手打招呼。Yeah, it is. 不要看我那么厌倦，但美国历史真的很难，上课都不会收手机啊，美国没有在收手机。那只要有人打喷嚏或是什么的，这边的文化就会说一声 bless you， 就是保重的意思。保佑你的意思。好，谢谢。我们学校上课是没有课本，学校也会发一台电脑给我们用。没错，又是一个握手。这堂课我们有读一本书，然后依照上面的问题，然后写一个文章。然后如果你在美国的话，有跟比较好的朋友，那你们可能就会有比较特殊的握手方式。像我跟他就凑了一个这很特殊的握手方式。Yeah, ready for the greeting. Oh, sure. 然后因为这堂课今天比较特别，然后老师就让我们全部人都带一些零食，全班就分着一起吃。这种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但也不是不常有。Very sugary. Yes.然后我们学校教室都有插座可以充电。哈哈。然后中午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运动馆里面，然后我们有一个学校集会。那这个集会跟台湾就差很多，台湾的集会可能大家都不想听啊，然后站在那边晒晒阳，听教官讲话，然后根本没有人想要听。但是美国集会就很嗨。
后今天集会还会选出每堂课表现最好的人，然后我刚好被摄影课老师选上，然后我就有机会在这个 rally 里面被颁奖。那他们被颁奖的气氛就跟台湾又差很多了，他们激烈的欢呼跟掌声，那其实是会让你很有成就感，会让你更想要去获得这个奖项。接下来这个就是他们 rally 都会有一个精神喊话，有点像国中二年级，如果你去格树露营，然后你们就会有各个小队，然后一起有一个精神喊话。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他们到底喊什么，但这种凝聚力就会让学校变得更多彩多姿，让学生的生活更快乐一些吧。到最后老师就会从四个年级里面选出最好的那个，虽然没有什么奖励，但这就是一个荣誉，他们就会很想去获得这份荣誉。其实是一小部分的文化差异而已，可能还有很多我没有发现的，或者我没有拍出来的。其实美国的高中跟台湾的高中真的是差很多，这边的气氛真的好到不得了，很多东西可能是台湾高中需要去学习的一些系统。如果你有遇到什么文化差异的经验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谢谢你观看我的影片，请持续关注我，如果想要看什么题材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